哇哇哇，你丢这个哪里来的？大家等一下，我抽中的东西，这一个东西我就会送给你们，就是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相信你们看标题哦，也知道今天我们是要跟 Mickey 去夹娃娃比赛。那、啊、我这样子、啊，这样子走啊，去夹娃娃。我是不介意啦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啊。走、哦，走、哦，来 ，Let's go。你是不需要出门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我发觉到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啊，就是可以让你这种人啊没有化妆啊。什么？我这种人？我什么人？很懒惰的人。我最近发现到一个 APP 啊，叫做夹娃娃大师。然后这个 APP 哦，是可以让你在家里啊，可以你在家里夹那个 machine 哦，外面会动了，你懂吗？嗯，就是你在家里的电话你操控，然后那台 machine 哦，在外面它会自己动，然后自己帮你夹。这样不是很恐怖？而且哦，它的礼物哦，每隔一天啊，或者是每几个小时啊，他们就会换一次了，所以你可以抽很多不一样的。就我们夹到，我们要讲哪门礼物？嚯哟，这个够力啊！你抽中了，它会在你的 list 里面的，然后你可以叫它寄来你的家，所以你是不需要去到外面去拿的。OK， 夹娃娃大师这个 APP 哦，是我们在 Malaysia 夹，但是日本的机器在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日本的、啊，跨国的。现在我们夹娃娃已经是去到 international 了， OK， 国际化的。international 夹完了过后，它就会寄过来，大概只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它就会把你的礼物寄过来哦。啊，我的淘宝要一个月哦。不一样吗？那个慢吗？这个快吗？然后相信你们也知道啦，如果有玩这种类型的夹娃娃 APP 的人啊，都会知道哇，市面上有很多夹娃娃的 APP， 但是哦，经过我大神的 survey 啦，你们懂什么是 survey 吗？ survey 就是调查、观察、检查、搜索。我发觉到哦，这个 APP 啊，是目前在整个夹娃娃 APP 里面的人气最高的一个，你懂为什么吗？它给你的 service 很好，它的服务很好，它这个 APP 已经差不多三四年了，所以他们已经有拥有三四年的经验，还有他的服务态度已经是累积了，所以他们不断的改变了。因为很多最近有很多夹娃娃 apps 啊，就是新的，有时候哦寄过来是货不对版啦，或者他们没有寄给你啊。但这个是180000会寄给你啊。你懂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玩这 APP 吗？100万。讲多啊，是30万到40万。这样如果我夹到很贵的东西，很贵重的东西，他们寄来会不会坏掉？这东西真的是我忘记讲啊，就是哦，当你寄了很贵重的东西，无论是贵重玻璃。没有玻璃点抽了，可能有我不懂啊。但是无论你是抽到贵还是便宜都好啊，他们都是很认真哦，来 package 给你们的，就是放那个箱子，很认真的保护他们，确保他们安全送到我们家里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这一点了。因为我看到重量级他们拍过，当你们充值到5000个 point 以上啊，你们就有一个免费配送卷，就是可能配送卷配送啊，免费配送卷。这个华语啊，你华语老师，我要给你找出来打屁股。然后一个 account 啊，只可以有一个吧，就好像你现在进了5000嘛，他就送你一张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后你再进哦，他是不会送你一张，另外一张啊，你只可以一个 account 有一张。好像你用了这个券过后啦，你再充值另外5000 point 啊，他又再送你一张。总之一个户口只可以有一张。OK， 是不是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夹娃娃？在我们夹之前啊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。OK， 如果啦这个影片啊的 like 啊破20000啊，就是我就把全部我夹的东西送给你们，相信你们也知道我不会夹那些普通的东西，我一定夹一些比较你们很喜欢的东西，例如 Nintendo Switch 那些电子产品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来按 like 这个影片，然后记得去 follow 我的 IG， 最重要啊。OK， 是不是我马上开始 ？Let's go。OK， 当你们，你不要每次有拍这种，我旁边有 screen 的，你就黏到我这么紧可以吗？给一点空间来可以吗？当你们进到这个 APP 过后啊，你们会看到上面有分 point。还有谁 free 了？你们每一天可以 free 三次。OK， 现在你会看到我有38000 point。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吗？那你有什么想抽啊？你在这边抽，我们一起抽。我们比赛抽，一人有抽5次或者6次的机会，看谁抽中比较多。我抽先了好不好？我比较喜欢这种公仔哦，这个女孩子很美，不知火舞。我有免费3次嘛，所以我免费机会，我按 game start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停，大家。Stop。中了，没有。中了，没有。中了，中了。Stupid， 然后我就变成那个 Stupid。我们就看 Mickey 会不会中啊！讲真的。Shut up。咦，哇，你好像会耶。太难了吧！
所以 stupid 有时间的嘞，这讲话没有时间了，你剩下八秒啊，很准了，这个角度 yes 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加了这么多啦，我终于发现到啊，我终于成功把它加成这个位置啊，所以这次一定中了 ，OK？ 我跟你讲，这是很难不中好吗？很难呢，不能，我觉得这个不行。我差一点呢、啊，差一点呢、啊。大家给点爱的鼓励 ，Three, two, one， 没有。那你正好好像写一个 congratulation 了 ，OK？ Congratulation！ 哦，他们写 notification 讲我中了的嘞，到 Miki 加一个要成功了 ，OK？ 那你加，你选一个，别啦，我加了，我是中，虽然是时间的问题，但是还是会中了。来 ，Miki 选一个，有他很多东西啊，你如果你们看不到，你可以一直按看多，就是 see more， 他有很多，他真的是超多东西。我选一边啊，我们做人要有大志，讲真的，不是开玩笑。不要再模型了 ，please。不是模型，不是。你不要说选那种很性感的，每次选那种很性格不知火纹的。Nintendo Switch， 我们试下夹一夹，看它会中没有。这个是你的吗？你 Nintendo Switch 吗？有点小 bug。不跟我讲，我一夹就中啊。他太粗了，跟我的一样粗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大家，我已经夹娃娃夹到那种神的境界了，看到吗？准准的。没有。我很生气哦，我真的很生气，现在真的太生气了。我看别人家他们真的是有技术啊，为什么？然后每次我家的时候，很多人看到我压力，没有人我会觉得我会赢啦，就有人看我输了。哇老！怎么你乱这个？哇！哇！你丢这个哪里来的？哇！我讲真的，我太生气了，因为我很生气我自己。什么？你要丢这个？我很生气我自己中不到。然后我发泄了一下，我觉得我们闯了很久，我们都没有中，因为我把太多钱花在太贵的地方啊。但是我中了一样东西啊，然后我们要怎样把它寄过来？相信你们现在看旁边啊，你会看到我写 shipping address， 你们记得要写英文的地址还可以啊。现在我写我的名字啊，我写我的英文名 Eugene， 然后我是姓恩的嘛，然后我的 code 是68100 country Malaysia state Selangor， 我写到完，然后电话号码你们要填时候啊。你们要加一个字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真的是有抽中的话，88609，然后再打自己的电话嘛。以前是要加886一个一横，然后09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你们不需要加886一横09，现在你们是可以直接打了，就是电话号码，加886090014哦。电话号码不可以念给你们听。OK， 现在我已经成功了，把这个东西大概七天的时候就会发过来了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 confirm 的那个一个信息。现在我们就等七天过后，我们产品来了过后，我们做一个小开箱给你们看看有没有成功。OK。OK， 大家，今天我一睡醒来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那样东西，就是那时候我用的那个 APP 抽娃娃机的啦，竟然在5天就送到了，然后我是吓到，因为那个 APP 说会用7天的嘛，但是它提早到了，所以哦，它的效率真的是很快。OK， 我在这个影片啊要宣布一样东西，就是如果你们看到影片的后面啊，代表你是很认真看完我的影片的，所以啊，我要把我抽出去的礼物啊全部送给你们。OK。所以啊，你们可能会以为啦，我只是抽中一个娃娃，哼哼。
你们错了，其实我还有抽中一样东西。其实我在影片的前面呢，我没有给你们看啊，我是想要送给那些认真看我影片、认真去了解这个 APP 的人。在看影片看到现在的你们真的是很好运，因为哦，你真的是不会想象到你们等下会得到什么东西，你们知道吗 ？OK， 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箱我们抽到的东西 ，Let's go。现在我们要抽到的是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虽然很新，但是我已经懂是什么了，就是刚才你们看前面我抽中的。不知火舞，但是里面不懂有没有呢？哇，全部日本字耶，你们看到吗？真的是从日本寄过来的啦，看是不是啊？其实我抽中它是因为这个 character， 这个 character 真的是很美 ，OK。所以我看一下，哇哦，我们来开箱啦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看的时候啊，在那个 APP 里面看到它的样子啊，不是很美，但是寄来的时候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完全不会失望，你们看到吗？它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，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哦。哇，跟你讲，这个我很喜欢的，大家不要送给你们了，这个我很喜欢。我送给你们的一样东西啊，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抽中了。在我开箱那个产品之前呢、啊，我想讲一个东西，抽不知火舞啊，我真的抽很快就抽到了、啊、如果你们是玩这个 APP 啊，你们真的是有去抽的话，你们是一定会中的，而且是很容易中的，只要你们抽对有技巧啦。那些技巧是什么，我就不要跟你们讲了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不是很厉害。然后我抽一个电子产品，相信你们看前面也知道啊，电子产品因为是比较贵的东西，是比较难抽，是正常的。贵的东西难抽正常，但是哦，如果你们不放弃的话，你们就会抽到。所以我只可以跟你们讲，这个 APP 送过来的东西真的是保证是不会损坏的啦。因为我看它包装里面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真的是有很好的去保护，放这种空心的器啊，就是不要给它撞到了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可以很安心的去抽了，过后叫它寄过来，而且很快。OK， 重点来了，大家，这个我抽中的时候我自己也吓到。大家，等下我抽中的东西，这一个东西我就会送给你们，就是。这个没有错，你们有听错，我就要把这个 Nintendo Switch 送出去给你们。 OK， 不是 Switch， 是最新的 Nintendo Lite。 OK， 你们要怎样赢取这个东西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在下面留言为什么你想得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去按 Like 我的 Facebook 还有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了，其实按 Instagram 也是 OK 的啦。然后我在影片下面留言你已经做完这个步骤哦，我就会把这个我就会把这个 Nintendo 送出去。 OK， 不是开玩笑，大家，他也是写一大堆日本字，虽然我不明白他写什么，但是不用紧，只要是送给送出去的就可以了。所以啦，是开玩笑的嘞，不懂里面有没有的啦，我们看一下先啊。一喂，怎么了？哦，有啦有啦，Oh my god， 我特地哦就是有黄色标夹，我就夹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哦比较受欢迎，我觉得会比较多人喜欢，那所以我就抽这个颜色。如果你们想得到这个礼物的话，记得做完以下的步骤。 OK， 我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和按赞，还有记得订阅 Mickey 的 channel， 因为 Mickey 哦他的 channel 不只会拍 ASMR， 他会拍很多东西，放心大家。然后这个 APP 叫做夹娃娃大师，记得去下载，然后跟我一起夹娃娃。 OK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